所有的缉毒同仁、干部、基层的伙伴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今天特别到刑事警察局来，我们看到所有缉毒同仁，大家尽心尽力，展现努力的丰硕成果。由我们缉毒同仁通力合作，从海上，从船舱，从社区，从工厂，从农田，我们不可能展现这么好的成果。又如果不是缉毒同仁缜密的侦办，坚定的决心，甚至要说服很多必须完成的手续，还要冒险攻坚患难，还有消防队出动各种工具的帮忙，我们才能展现这个成果。一方面，我今天特别来感谢缉毒同仁大家的能力、能干和努力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也忧心从这些成果，我们更可看到毒品无所不在，制毒的方法日新月异，获利之高，金钱之多，以及所展现不但制毒的无所不用其极。我一方面向所有的同仁表示敬意，同时改天特别安排要在行政院对相关单位大大表扬，请同仁继续加油。而下个礼拜四早上八点要主持上次会议的结论，就是还有哪些彼此之间有汉格、有落差，拜托在这一个礼拜内全部完成，大家一起展现通力合作的效力，让制毒者再也没有空间喘息，让毒品再也没有流畅可以危害。缉毒是每个人都会受益，让台湾整个做出无毒的环境，也许难做到必绝风清完全零，但我相信压一个少一个，压一件少一件，少一个毒害，台湾就健康。谢谢大家。